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be 田馥甄。全球暖化正影响着人类与生物的生存环境，强烈的气候变迁让冰原陆续消失，北极熊与极地动物的生存正受到挑战，而下一个会轮到谁呢？邀请您与我一起将绿色力量落实在生活中，从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开始，与世界一起串联，一同守护我们的地球，我们的家。